哦，这次这个饺子呢，因为我们这次神舟十三号飞行任务呢是，跨年，所以呢他们在天上过大年，我们呢也是给他们准备了一个，春节的一个食品的一个大礼包，那么既然过年嘛，我们中国人呢就要吃饺子，我们这个呢，这次准备了就是三种馅儿，一个呢是这个。猪肉白菜馅儿，这个呢是属于一种普遍的，大家比较喜欢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准备了一个就是沿海，这个山东沿海那一带喜欢的这个鲅鱼水饺，这个鲅鱼馅儿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就是又开发了一个黄花菜产品的这个饺子。他们这个饺子需要自己煮吗？需要在天上煮吗？还是就是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在轨煮的这个条件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在地面上都加工好了。然后上去之后，他们进行复热之后就可以吃了。我们是上了一个节日的一个大礼包，那这个大礼包里边呢有福字啊、对联啊，还有一些中国结啊等等，我们这些过年用的一些物品。当然，这个航天员呢也会在上边写一些福字和对联，我们这些我们都有准备。